稿子不跑快一点？你看，都是刘小明，跑得这么慢，球又给人家夺去了。吴金宝，不能怪刘小明的，陆远早点传给他就好了。哎，陆远也真是的。哎呀！你干嘛不补他位置？陆阳，别吵了。初三丙班踢得真好，又进了一个。他们配合得好。总是自己射门，配合真不好。松松，你干着急有什么用啊？陆阳假期真不好，是不肯传给王家俊吗？哎，该把他换下来。你说什么？换陆阳？哎，姜老师呢？姜老师呢？姜老师呢？李老师，姜老师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啊。哎呀，陆阳今天怎么搞的？我看呐，我们班的冠军危险了。陆阳今天怎么踢的？哎。保不住了，真是的，这么好的机会不传给王家俊。小毛头，你懂什么你？我怎么不懂啊？咦，他是谁呀？吴金宝的三叔。高颖刚，姜老师，要沉着，注意配合。知道了。苏苏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陆阳犯规了。九号，九号下。我，这算什么意思？我说呀，姜老师这样做的对。走吧走吧，这场球没看头了。试一下把他换下来。这时候还换人，一定要输。我看这里面有道理。什么道理？哎，陆阳，来来来。陆阳哥哥，陆阳，真可惜，泄气，把你换下来，今天不输我才怪呢。脚下功夫不深嘛，比刚才那个中锋差多了。陆阳哥哥，为什么要把你换下来？小峰，你不懂，根本不该换人嘛。哎，三叔，看人家踢球啊，真比自己踢还激人。哼，金宝，你不是也喜欢踢球的吗？你怎么不参加班级队的比赛啊？参加班级队要有条件的。那你们可以另外组织一个吗？我们已经有了。哦，那很好吧。就是踢不好。
陆阳，今天要是不把你换下来，说不定是吴边呢。姜老师真是懂不懂，管不要管的。金宝，你不能这么讲的。姜老师怎么不懂啊？今天要是不换陆阳，我们班冠军就很难到手。姜老师做的对。陆阳，金宝，希望很快看到你们队的比赛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三叔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同学们，我们虽然得到了冠军，但是我们还要看看有哪些不足的地方，同时研究一下对方有什么长处。对对，来，现在休息会儿，做个小结。好好的。咦，陆阳呢？哎，陆阳呢？陆阳呢？天哥，你刚刚看不见的，看人家比赛赢球啊，脚可真痒啊！你看他们那得意啊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别妒忌人家，他们也是代表班级，替班级争到了荣誉。就是嘛，算了吧。哎，我建议啊，应该把我们的球队整顿一下，约个队比一比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同意。我这个主意真好。锻炼。陆阳，你赞成吗？你技术比我们高啊，你要天天来，我们队少不了你。好。那你不参加班级队了？班级归班级嘛。对，我建议啊，天天踢，球不离脚，苦练三个月，赶上冠军队。陆阳，这句口号想不想啊？想。对，我们要练好球啊，就不能像以前那么瞎踢了。瞎踢能踢出什么水平来？我看得有个指导。对，对，应该有个指导嘛。哎，请体育老师做我们指导怎么样？哎，好极了，你怎么想得出来啊？体育老师是管全校的，哪有空来管我们？那请谁呀？哎，陆阳，你来指导我们。啊，我。哎，让陆阳来，陆阳当队长了，又踢中锋，指导嘛，县城倒有一个。谁呀？谁呀？我三叔吴安。哦，吴安，就是刚才看球的那个。嗯，看样子倒像运动员。嗯，看样子，人家地地道道是足球运动员嘛，射门准，传球稳。头顶技术高，脚下功夫深，还会打双飞呢。双飞呀，足球健将也不比他强啊。那太好了，就请他吧。他肯教我们吗？包在我身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有人指导啊，我们就得规规矩矩的踢着。对。红领巴，上大门。好，曹大夫踢后卫。我。吴淼跟踢中卫。哎，我呢？你呀，踢左锋。吴金宝踢后卫。我踢中锋，右锋。我。右锋。李叔叔嘛。我是不踢球的足球爱好者。你不踢我来。你呀，靠边捡球去吧，才小学五年级。你别看不起他，他不是踢得蛮好的吗？哎，有了，黎明踢右锋。黎明是谁呀？我表哥，他一两天就转到我们学校来，就住在我们家。他会踢球吗？会，小时候我们常在一起踢，他的球踢得好极了。他几岁啊？跟我同年。哎，人马都齐全了，可我们这队还没有队名呢，你想的真周到。我建议啊，叫雄鹰队。哎，不好不好，我说雄鹰队怎么样？我说雄鹰队，我建议啊，叫无名队，你们说好不好？没有名字的名字啊。好，好，好。有我做无名队的指导，保险你们踢得好，将来可以露一手，出出风头。以后你在学校也可以神气点。哎，三叔，说不定对你也有好处呢。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咦，无名队是你指导的吗？也许人家看你指导的好，就留你当教练了。小鬼。哎，三叔，怎么拿信擦？没关系，大风来的呀，还不是老一套，说边区建设的怎么怎么好，让我赶快报道去。那你回去了没有？谁有那闲工夫？你不去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管他呢。哎，我爸爸说了呀，只要我不离开上海，他的定息够养我一辈子，你急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以后要是有人问起啊，你就说我已经有工作了，是在一个球队当指导。昨天踢完球，大家都等你做小结呢。我忘了。那场球你觉得怎么样？踢得不好。有哪些好的地方呢？
没有。不可能吧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看问题。你踢得猛、凶、狠，这是好的。不过还有些不够的地方，你自己说说看。跟队员们配合的不够好。对了，小结会上同学们跟你提的就是这个意见。球到了你的脚下，应该传给别人的，你只想表现自己，是不是？球队的七个人就是一个集体，一个中锋踢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？体育活动不仅是为了锻炼体质、坚强意志，更重要的是培养集体主义精神。指导来了，指导来了，哎，踢球去吧。哎呀，我功课没做完，不能去。走吧走吧，请指导可不容易了。你这个人，哥哥功课还没做完，他不会去踢球的。陆阳，我三叔第一次来教球，看见人不齐，以后就不会来了呀。哎，快走吧。哎，小妹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哥哥，哥哥，我告诉奶奶。来来来，瞧你们这乱劲儿的，你们想不想踢好球啊？想极了。可是怎么练呢？哦，那就得先练基本功嘛。比方说踢球吧，可以分定位球、滚动球和空中球。踢球呢，可以用脚尖、脚背、脚内侧，也可以用脚跟、脚底、脚外侧。除了用脚踢，还可以用头顶，可以跳起来顶，也可以不跳起来顶。顶球可以用头前、头后、头左、头右和头中。我们不仅要把球顶出去，而且要控制球的方向。哟，这些个基本的东西练好之后呢，那我们就要练战术。战术有个人战术，有集体战术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个人的作用最重要。什么？个人作用？所以嘛，我们练好个人技术。这个人技术就有选择位置、运球、射门、过人、抢球。这个假动作，对了，还有假动作。这假动作呢，又可以用头、用上体、用脚，是吧？这脚步假动作又可以用脚尖、脚背、脚内侧、脚跟、脚底、脚外侧。头部假动作又可以用头前、头后、头左、头右和头中。对，足球这玩意儿深奥得很，一辈子也学不完。真的？哎，一辈子也学不完呐？哦，不不不，只要你肯花时间嘛，包在我身上。哎呀。你把这汗背心穿到外边就算是球衣了呀，气还真小。因为一没有球衣，二没有球，一共就这么一只球，一人踢一脚就得等半天呢，条件太差了呀。我这有一个，这怎么球啊？一个球都好几块钱呢。几块钱算什么？跟家里要去吗？踢球不踢派头了，几块钱算什么？你算是小开。怎么了？你们球没有踢到，又不是钱买球。这样吧，金宝，明天把你藏在家里那个球带来。我的已经拿出来了。哎，三叔，你家里不是还有两个球吗？好吧，明天带来。踢球嘛，得踢个痛快，是不是？吴老师，那我们找踢踢再说了。别叫我老师，老师的多难听啊！跟金宝一样，你们都叫我三叔好了，亲热一点。三叔，三叔，嘿，三叔，哎，来来来，吃块糖。哎、来吧来吧，来来来来，吃块糖吧。哎呀，刚才说到基本功，我看陆阳还不错啊，好好练，将来一定会成为有名的中锋。基本功怎么练？怎么练？怎么练？我的办法是两个字。两个字。勤踢。勤踢。勤踢。只要肯下苦功，肯花时间，就一定会踢得好。真的？踢球高于一切。老师，哦，三叔，照你这么说，功课不要做，书也不要念了。哎，我只说下苦功踢球，没说不念书。书自然要念了，你们是学生嘛。
不过有些功课也可以马虎点啊。我听说呀，以前学校的校队队员，只要他们球踢得好，能为学校争得冠军，到时候照样毕业。照样毕业？不可能吧？你不信？嗯。我还听说呀，以前有个有名的球员是个文盲了。文盲？一个大字不识，能当球员？哎，那是旧社会，旧社会嘛。不过我们也可以灵活一点嘛。三叔，我不懂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应该是……得了得了。喂喂，不要搞，弄回来赔偿。好了好了，我是来教踢球的，废话不多说了。来吧，陆阳，注意球。好，站住！小芳，哪儿去啊？踢球去。回来。爷爷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看这车孩子。你到哪一家去啊？我找56号陆家。哦，陆家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去。我自己来。小妹，你家来客了。小妹，哎呀，黎明哥啊，黎明哥啊，小妹，小妹。哦，你就是黎明，我们居民委员会听说你要来呀。你外婆已经把你转学的手续都给你办妥了。谢谢老伯伯，老伯伯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小妹，哎，外婆呢？奶奶检查卫生去了。你看我。不能帮你了。用不着了，外婆身体好吗？好，她刚才还在说你呢。奶奶已经把你的肠弄好了，和哥哥在一起。真的？陆阳，陆阳不在家，小妹说她一早出去踢球了。你请坐。哎，你刚搬来的？哎，我爸爸妈妈到新疆支援边疆建设去了，那儿工作刚刚开始，带着我不方便，我就住到外婆这儿来了。中学毕业了，我也要争取到边疆去。哦，你叫？我叫黎明。你是沪民中学的吧？嗯。这个学校好吗？你指什么？房子、教学质量，还是校风？同学们都参加什么劳动吗？全校都在工厂劳动，每星期半天。初二同学有团课小组吗？有的。初二甲班的班主任好吗？
我过去那个班主任对我们可好了，他是个优秀的人民教师。初二甲班的班主任是共产党员吗？是的。小妹，黎明在哪儿啊？外婆，黎明。哎呀，长高了。谁送你来的？还要人送？我都这么大了，从浦东来才几个钟头。这孩子，哦，你就自己挑着担子来的？这扁担还是你爸爸的吗？是爸爸走的时候给我留下的。你爸爸都忘了你才十四岁。十四岁不小了，刘胡兰十四岁是共产党员，跟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了。奶奶，黎明说的对呀。哎呀，姜老师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快坐。哎，黎明，快叫姜老师，他就是你的班主任。你，姜老师，明天就到学校报到吧。没想到今天我们先认识了。姜老师，刚才我去整理东西去。我来。姜老师，让他自己来。哎，黎明，就在那个屋里跟陆阳在一块儿。我这个外孙呐，是学习雷锋积极分子，他比陆阳懂事多了，以后陆阳要好好向他学习呢。哎，坐。哎，陆阳呢？摔疼了吗？没什么，休息。不要。好，又打第一个。这一脚漂亮，有天才。比赛结束，4-0。好。陆阳一个人进了三个球，得了3分啊。好，大家也有些进步啊。一边倒，赢得没意思。这是吗？对，这才像个真正球员说的话呀。是得找个强队赛一赛，让人家看看我们无名队的实力。我同意啊。同意。怎么样？你赛真倒霉。怎么样？小峰，我说你们不行吗？陆阳，你根本瞧不起人。小峰，来，吃块糖就好了嘛。来，慰劳你们，要吃的自己来拿。不要。大家说，找个强队赛一赛，怎么样？我赞同，我同意。捡块硬的吃。哎，陆阳，你是队长。你说说。哎，陆阳，你说呢？等黎明来了再说吧。姜老师，你歇会儿吧。不要紧。哎，我去找陆阳。你认识陆吧？认识啊。姜老师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早点回来啊。哦。看，新袜子穿两天就破，那双脚像锉刀，紧跟着补都来不及。奶奶，以后啊，让他做点家务劳动，袜子也要他自己补。嗨，踢球都来不及，还补袜子？哎，功课嘛越来越坏，球踢得再好有什么用啊？以后干脆不让他踢。不让他踢球不是办法，踢球本来不是坏事，只要把时间安排好了，有正确的看法，对身体学习都有好处。奶奶，还要你多跟他讲讲道理，让他懂得好坏。是，过去我跟他说几句啊，还听。可现在呢，他的道理比我还多，不听话。小妹，站好了没有？没有。奶奶，姜老师，踢球了。嗯。你看你，又破了。你呀，过来。自己缝。姜老师，你坐会儿啊。哎。
应该学会自己处理生活了。作业都做好了吗？今天下午该做作业了。你看，这样缝。试试看。听说有人教你踢球。他是什么人呢？吴金宝的三叔，叫吴安。我听说了。我问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思想怎么样，你了解他不？他的球踢得好。只要他球踢得好，别的你就不管了。他什么时候开始教你们的？班级冠军赛以后。哦。你看，不是缝得很好吗？陆阳，你喜欢踢球，这是好的。不过，最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。你除了踢球，什么也不管了。功课退步了，跟班级也疏远了，这就不对了。陆阳，以后碰到什么事情，应该有个是非观念，你说对不？好好想一想，有什么想法就来找我啊。奶奶，我走了。再坐会儿嘛。我还有事儿呢。那我送送你。不了不了，我还到居委会去呢。那好。江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外婆，陆阳回来了。哦，江老师。哎，陆阳，陆阳，移民。陆阳，你可来了。陆阳是变多了，整天追这个球，听说还有人在教他们呢。老赵，哎，赵大伯，江老师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我来了，你们踢得好多了吧？嗯，刚开始的时候你们踢得像什么？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当心呢？小苗都给你踩坏了。我没看见。我们可得爱护这些个小苗啊，压伤了就长不好了。哦，赵大伯。哎，吴安，怎么是你？我听小峰的哥哥说，你不是跟他一块儿参加支援外地建设去了吗？怎么没走啊？赵大伯，我身体一直不大好。哦，再见啊。哎，大峰来信说他被评为五好积极分子，他身体锻炼的也比过去结实多了。他给你来信了吧？边区建设的可好了，你看看吧。哎哎，你别老依靠你父亲那点定息，整天的不干活，那可糟蹋你自己。应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。大伯，你不了解，我已经有工作了。哦。哎，他在一个球队当指导呢。三叔，三叔。球队指导？喏，那就是我们的球场。哎，还有人在踢球嘞。嗯。哥哥，以后你可别老拉黎明哥哥去踢球啊。去去，你少管。我偏管。黎明，你还踢球吗？还踢啊。还踢右锋？嗯。嘿，这下可好了，我们球队啊正缺个右锋。哎，下午再踢的一场你也参加？不，下午不能踢了。下午一定要踢。不，一定不能踢了。你还是那脾气犟。小妹，小芬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小妹，给我点热水。
你自己来拿。坏了，不能穿了。补补还是可以穿的。陆阳，我觉得你有些变了。啊？嗯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真的？让我来，让我来，行了，行了，让我来嘛，让我来嘛，哎，让我来，让我来。哎，黎明，你还记得小学五年级的那场球赛吗？嗯，记得。那次你踢得真猛，球队要有了你呀，真行。光我一个人有什么用？要全体队员合作才行。你是中锋？嗯，中锋。那我们要密切配合。哎，来一个。外婆，这下可好了，真淘气呀、啊！吴金宝，江老师，我正要找你呢。我爷爷不让他去，还说要养他一辈子呢。你三叔自己呢？三叔他自己也不愿意离开上海。你觉得你三叔这样做对吗？可是他知道我们踢球啊。他越指导你们的功课就越退步，这是好指导吗？你爷爷拖他的后腿是不对，你三叔自己呢留恋城市生活，不服从分配，可是他又觉得在今天社会里不工作不好，所以就来当你们的指导，这就算是他的工作了。吴金宝，你可不能学你三叔跟着他跑。老师和同学们都关心你，你应该听党的话，好好学习，提高认识，争取做个好学生。嗯。高大姐，隔片呢？啊。工作证帮我别上啊，我来给你。够吧？啊，差不多了。时候快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好好，你们快来啊！哎哎，你先来，又来了。走了，走吧，我们走了啊。好，你们快走吧。真是好儿女志在四方，你们就等着看喜报吧。哎，小周，怎么了？我报了两次名，都不批准我去。着急了？今年好好的把身体养好了，争取明年去。我是户名李委会呀、啊。找赵主任。明年我可一定要去。哎，赵主任，电话。哦。我就是啊。哦，江老师啊。哦，吴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。哦。我们一块儿做的工作。哎。好好。啊，好，以后多联系。哎。好好好好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哎，好好好好好。对。我们要深入细致地去进行调查研究，进一步摸清情况。
这不仅是陆阳、吴金宝个别同学的问题，这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思想斗争的反应。我们不但要把校内工作做好，还要把思想工作做到校外去，必须要以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校外阵地，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。下午我们要练球，让高永刚踢中锋，你踢右锋。那、no, 给你，大家可以多锻炼。我踢右锋，对，全面发展嘛。哎，快来啊！来啊！陆阳，怎么了？叫我踢右锋。你踢右锋？我看班级队对你有成绩了，你还去啊？哎，三叔叫我通知你，我们放了学要练球，要跟强队比赛了，战术都写好了。哪个队啊？我们班级队冠军队嘛。好吧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马上就来。姜老师。嗯。吴金宝给我们的挑战书怎么办呢？姜老师，练好球，我建议你们中队委员会开个会，研究一下，做个决定。嗯，陆阳他不来了，你看，这是他的球衣。黎明。黎明，踢球嘞！我功课没做完，不能去啊。哎，你也快来做功课吧。我等会儿再做。明天要跟强队比赛了，走，快去练球去吧。我说了，要等做完功课再去。哎，快点来啊，等你。
你带陆洋抄松松的作业，这怎么可以呀？明天就要跟强队比赛了，实在来不及。这第一次啊，就这么一次，半次也不行。陆洋，李松松，陆洋。你们看，你以为这是帮助同学吗？今天是特殊情况，下次保证不再这样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哦，这个嘛，是不好。陆洋，以后不能这样。这位同学是黎明，咱们的右峰。哦，他是我们的指导。指导。哎，同学们，右峰来了。给班级队的战书也下了，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有把握吗？行啊，没问题。对，我们一定要赢他们。哎，球呢？他们是冠军队，能赢他们，那我们无名队的名字就叫响了。可要是输了，别人一打听，别说是你们了，就连我这个指导的脸都没处放了。咱们拼他一场，总能赢。对，不，洛阳，不能硬拼。硬拼拼不过他们，要用战术，要用方法。哈，当然了，陆阳不在他们队，他们的实力就去了一大半。不过他们两个风很厉害呀、啊，特别是右风，他叫什么来着？王家俊，他是队长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人脚头硬，射门准。曹大风、妙根，你们两个要死死缠住他。嗯，来来来来来。只要把王家俊缠住了，那就好办了。我们中路最强，大家得球以后呢，都传给中路，由陆洋中路突破，十拿九稳。哎，要是缠不住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放心，我还有一手，已经交给金宝了，准灵。这是一场关键性的比赛，要是赢了，我带你们跟更强的队去赛。将来报纸上把名字一登。球场上来回一跑，几万双眼睛都看着你，那个威风派头就别提了。指导，我们踢球就是为了出风头，为了赢球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不过有没有这么个球队啊？他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失败。哈哈哈哈哈！要真有那么个球队啊，倒好滑稽。这有什么可笑的？我并没有说踢球是为了失败。你说说，踢球是为了出风头吗？不管是不是为了出风头，反正一切为了胜利。对，不对，胜利和出风头是两回事吗？我们不应该不要集体，突出洛阳个人，更不能为了赢球想出坏主意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踢球不是为了锦标，胜利是愿望不是目的，这总对了吧？本来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没说透就是了。这位同学也太认真了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宝贵，还是练球吧。来，黎明，一块儿来啊！黎明，你说的对。哎，你们看，他们来喽！哎，他们谁呀？我是他们来了，干什么？是来比赛的吧？咱们比不你们是无名队吗？谁是队长？是我。我们研究了你们的战书，决定暂时不跟你们比赛，把战书推给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了解了你们的阵容，发现有几个同学功课不好，就连你最近也退步了。你们最主要的任务是补课，不是一天到晚踢球。还有，这封战书一共才89个字，错别字就11个，标点符号点错了9处。最不应该的，把决一雌雄的雄写成了狗熊的熊字，这变成什么意思了？你们这是批改作文卷子，我把意思说对不就行了吗？意思也不对，这封战书充满了锦标主义，骄傲自大，不可一世，思想很不对头。我们决定暂时不跟你们赛。不敢赛就明说不敢赛，投降得了，在战术上挑毛病，亏你们还是冠军队。你同学们，希望你们冷静地想一想，
你们这样荒废功课，自搞一套，离集体越来越远，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同学们，王家俊说的对啊，自古以来就没听说有退战书的事儿，干脆认输算了吧。那是胆小鬼，有胆量的就来比比看。等一下，怎么办？跟他赛，赛，好，好，赛。三叔，赛不赛啊？当然赛了，四对四嘛，去。好好，走上。喏，就在那儿。哦，小妹再见啊。再见。好，好吧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看来不跟你们赛一场，你们是不会安分的。我们背班级的名义，就我们四个人打你们七个人，不依你吗？不回家？来呀，踢他二十八个，给他们当晚饭吃。为什么七对四？四对四。红领帮、曹大富、李敏上。不，我不上，这完全是赌气嘛，哪像什么球赛啊？你不踢，算了。吴金宝，给我上上。哎，大家把位子摆开啊！上啊！来，大帽子收好，兄弟站好，来，大家坐啊！来呀、啊！我当裁判，好，三叔当裁判，大家好点啊，注意了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这样不对，这场球不能踢，你不踢一边站着去。好了，江老师，江老师，不要踢了。同学们，这算什么比赛？这哪像个新中国的少年运动员？孩子们闹着玩的嘛。孩子们闹着玩，你是大人，可不能在里边起哄。同学们，你们要比赛，我不反对。不过我有几点要求。我看，踢球是为了加强团结，锻炼身体，提高球艺。从今天起，不要再吵吵闹闹的了。还有，踢球不能影响学习，一定要安排好时间，把书念好，做好作业。另外，不要到处乱踢，要踢到球场上去踢。你们说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陆阳，你说呢？嗯。这是谁呀？管到这儿来了，真是小题大做。小题大做。我是他们的老师，我要对他们负责。难道放了学在这玩玩踢踢球你也要负责？对，要负责。对学生的教育不能只限在课堂里。你是？我是他们的指导，他们几个人喜欢踢球，让我指导指导他们。我想这不会有什么坏处吧？那要看用什么思想指导。如果刚才这场球赛下去的话，一定会影响大家的团结。现在有些同学就接受了坏影响。对不起，我只管教他们踢球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约班级队这场球到底还要不要赛啊？赛。好，那我可以参加吗？如果你要来，我们可以同意。很好，我一定来。同学们，今天球练到这为止，解散。同学们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家了。张老师，再见。再见。江大夫，在那说话。好，在那。哎，书包在那儿。老师，再见。老师，再见。江老师，再见。江老师，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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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老师，刚才我来，我们坐下来谈谈。好。来坐。我今天本来想看看陆阳他们球队活动的情况，没想到看到了一场战斗，实在太气人了。不把他们的气势压一压，他们是不会服的。压一压就压出一场四个人的球赛。如果那场球赛下去的话，会怎么样呢？我们绝不会输的。那你们又会赢得什么呢？顶多不会赢几个球，可是你们会丢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。
你想想看，这样对集体有什么好处？对吴金宝、陆阳他们又有什么帮助呢？陆阳，陆阳，陆阳！哎，三叔在长廊后面等你呢，你先去，我上酋长拿件衣服去，快啊！嗯，奶奶，我出去一会儿啊。刚才黎明做得很对，王家俊，你们在主要部分也处理得很正确，只是最后一分钟缺少冷静，就像回答问题一样不完整。你是中队长，对你的要求就应该更严。黎明，你也参加文明队了？嗯，我不知道这个队原来是这个样子。今天他第一次来练球，球还没踢就发现不少问题。你明天就退出了算了，跟他们一起混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退出来呢？既然答应了就应该积极参加。为什么，姜老师？黎明，这个队像不像你以前学校的球队？不像。哪些不像？这是背着老师组织的，他们成天踢球，不好好安排时间做功课。他们和集体闹对立，培养个人主义、锦标主义，另外还拼命捧陆阳。我听说吴安还教他们坏主意呢。你看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不对劲儿了吧，你怎么能泄气呢？陆阳，踢球这玩意儿就靠一两个狠将，别人不过是陪衬陪衬。我们这场球能不能赢啊，全看你了。你是主力嘛，只要你放开胆子踢，那我们队准能赢。我有这么重要？当然了，我第一次看你踢球啊，就知道你是有才能的，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随随便便的跑来教你的，是吧？陆阳，陆阳，不好了不好了，黎明在姜老师面前说了你一大堆坏话呢。真的？这不可能。骗你，我是这个三叔也说你了，就连保密的仙人脚也给端出来了。哦，你看黎明跑姜老师面前告你状去了。告状？我去找他。姜老师，把文明队解散算了。解散？今天解散了个文明队，明天又会成了一个什么别的队。文明队是解决了，但是同学们的模糊思想能解决吗？我们要让大家擦亮眼睛，提高认识，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。好，走吧。姜老师，我们回去以后开个中队扩大会，通过队的组织来搞好这次比赛。对。不过比赛以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，这场球不仅是为了胜负，我们要踢出水平，打出风格，更重要的是让同学们经受一次锻炼。上课一定不会丢的，你先拿我的书去念好了。陆阳哥哥，陆阳哥哥，看到我的书包了吗？没有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？小峰别哭了，等会儿再去找找，你先拿它去。陆阳，怎么了？踢球踢昏了，把书包都丢了。别哭了，再好好想想到底放哪儿了。都找过了，哪也没有。这是什么？
淑芳，真是踢球踢昏了。就是把他丢才捆在腰上的。谢谢黎明哥哥。小峰，等一等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好好做功课。陆阳，这小家伙完婚了，哎，明天你去劝劝他，不要跟你们在一起穷玩了。他又不踢，在里面胡混会影响学习的。我又没有拉他，到时候他就来，赶都赶不走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？可这是我们行动的影响。眼睛瞪什么？眼睛瞪得再大还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我们坐下来谈谈。陆阳，那个吴安要把你们带到哪儿去？我看你整天跟着他跑，连个方向都没有了。你别说的那么严重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谁要想在我们球队里干坏事的话，办不到。他又能起什么作用啊？他已经在起作用了。你们不好好做功课，尽想踢球，那个吴安又尽教你们些损人利己的坏主意，什么仙人脚啊，你不跟他斗争还说他不起作用。仙人脚谁也没用，谁也不许用。可是你有错跟我们当面提吗？为什么你？我有缺点你讲吗？对的我接受。我问你，你刚才到哪儿去了？找姜老师谈话。告状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们有些问题弄不清楚，去问问老师，弄清是非，这怎么能说是告状呢？你认为这不是告状？我有什么办法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以后我的事情你就少管。这怎么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呢？陆阳，陆阳，陆阳。姜老师，黎明，找我。我要搬到学校来住。怎么了？来，我们坐下来谈。来，坐。什么事啊？陆阳说我故意跟他为难，说我到你那儿告他状了。他把门锁了，不让我进去。陆阳最近是有些变了。黎明，陆阳是我们的伙伴，不是？是的。那我们就应该帮助他。我跟他谈了，他不理我。要是我们也不理他，那他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。我们不能放弃帮助他进步的责任。黎明，雷锋叔叔帮助有缺点的同志是那么的耐心，我们做得够不够？陆阳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，可能对你讲了一些不友爱的话。你想到没有，有些话也许是别人借他嘴讲的。姜老师，你讲的是吴安吗？嗯，那个吴安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，对陆阳他们起了不好的影响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通过这件事情，让陆阳、吴金宝和同学们在这次球赛中接受教育。黎明，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
两种思想的斗争。那我马上去找陆阳。对，我们应该这样做，相信陆阳能认识问题，一定会改正缺点的。江老师再见。再见。还没睡啊？你才回来啊？陆阳，刚才我对你的态度，你别生我的气啊。陆阳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刚才4-4那场球赛下去的话，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？跟班尼的那场球别赛了吧。为什么？来，我告诉你，姜老师说了，这不仅是一场球赛，也是两种思想的斗争呢。是吗？这场球啊，一定要赛。还要赛？嗯。那你还参加吗？参加。还踢有风？踢啊。黎明，刚才你别生我的气。姜老师让我们在球赛以前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明天开中队队委扩大会议，你也参加。刚才我们大家谈得很多，谈得很好。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树立集体主义的思想，才能够成为好的优秀的少年运动员。我们能够在思想上分清是非，划清界限，这很重要。但是呢，能不能贯彻到行动中去，这还要靠我们大家自觉的努力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三叔，我在小薇家做功课，说好的不做好什么也不玩。哟，好神气啊，求求你借的。是班级的给我们借的。哎呀，好球，踢得好，踢得好。别着急嘛，撑住气，别着急。真见鬼！怎么搞的？连这球都守不住！快点，快点！看样子踢球这玩意儿靠一两个人逞能啊！对，叔，你快去知道知道。金宝，快！笨蛋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发球点球？吴金宝用三度交给他先练脚。我抗议！暂停！暂停！你有什么事？怎么这个人连足球规则都不懂了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来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来来来，我们研究战术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来来，快点，快点！坐下，坐下。裁判不懂规则，这个球不该罚的。不该罚？陆阳，提抗议去！抗议？抗什么议啊？裁判不公平啊！怎么不公平？刚才这个球罚我们，这公平吗？我一共被罚了3次了，这还公平？算了吧。就是，你把人家都撞倒了，还不该罚吗？到底谁让谁？你看见没有？我亲眼看见了。我也是。哎，你们听我说呀，刚才金宝那个动作呀，
那根本不能算犯规。我看得很清楚，是他先踢了人家一脚。不要动手！我要看你们神经坏了，你们！哎，你们懂什么？哎，我们怎么会4-0的？这主要都是裁判不公平嘛。你们没有看见，这球到了我们脚下，他不是吹犯规就是越位，这不明明是偏心吗？那个球不能算。走走走，咱们提抗议去。我不去。你抗议啊，你自己去吧。裁判完全公平吗？这个球就该罚。我们有意见也得等踢完了再踢啊，踢一半就暂停，这是什么作风啊？我们不是打篮球。哎，陆阳，你是队长啊，你说说。好啊，好，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。好，从此以后我不当你们的指导了，我走了啊。我走了啊。三叔，陆阳，咱们来研究一下好吗？好地方，马上就上场了。来，你们研究，我去找他谈谈。好，哎，王亮进，谢谢你们，我们正在研究，马上就上场。哎，累了吧？没，进宝，摔疼了吗？谢。那喝杯水吧。何必一下子变得这么客气？你，进宝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怎么了？人家关心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王家俊，别理他。进宝，你这怎么可以呢？跟屁虫！什么？跟屁虫，那我不踢就是了。我走。金宝，金宝，金宝，怎么办呢？找姜老师去。不，我们自己想办法去。好，王家俊，你和姜老师讲一声，我们研究一下，马上就上场。哎，等你们啊，快来呀！走走，赶紧去。陆阳，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下面怎么踢了。研究嘛，大家说好了。我说啊，首先应该研究一下刚才有什么缺点。刚才吴金宝踢得太粗野了，大家配合的都不够好，特别是陆阳。对，就是陆阳，你也应该改变踢法了，光顾自己盲目乱射是不行的呀，那样等于把球送给别人。这场球输定了，弃权算了。弃权？弃权？他说什么？他不愿意踢了，这怎么行啊？高兴就踢，不高兴就不踢。那弃权怎么可以的？怎么不可以啊？陆阳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们得坚持踢下去。对，我们坚持踢下去，踢下去，踢下去，再给人家打进4个，弄成8-0，那就好看了。我们怎么能失去信心呢？我们踢球不光是为了输赢，待会儿再踢啊，一定要注意配合，发挥集体的力量。我们也能打进他们4个吗？对对对，要踢你们踢好了，我踢不下去了，认输还不行？怎么你？只能踢赢球，一输就想跑。中途队长，你这什么作风啊？简直是临阵脱逃。陆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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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阳！哎呀，糟糕，怎么办呢？又两个主力队，下半场怎么踢下去呢？算了，同学们，这场球我们一定要赛下去，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克服。对，咱们赢下去。黎明，松松，姜老师，姜老师，陆阳和吴金宝走了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坚决要赛下去，不弃权。对对，我们赛下去，不弃权，不弃权，不弃权，坚决不弃权。对，一定要赛下去，这是一场斗争。走了两个主力队员，这场友谊赛怎么赛下去？大家想一想。对，走，咱们去研究一下。好，好，好，走吧。球赛的目的大家都明确了，这场球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。我们走了两个主力队员。我的意见让李松松和杨小舟来顶，大家意见怎么样？好，同意。我行啊，没问题。新把头啊，陆阳走了，我们得选个代理队长。选黎明，选黎明，选黎明。姜老师，我们商量好了，我们调两个主力队员支援他们，自己由预备队员来顶。好。王家俊，我们走了两个队员，我们自己解决了，谢谢你们，同学们。这是真正的友谊，战斗的友谊。班级队风格高，我们向班级队学习。向班级队学习，锻炼身体，保卫祖国。我，球还没赛完了，你怎么就走了？
你这样做给孩子们影响多不好，他们不公平吗？不公平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来来来来，咱们好好谈谈。我还有事儿呢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找你？哎，同志，还没签字呢。哦。哎，吴安，我签字去。室里啊，我去一下。好。陆阳。江老师，球不踢了，弃权了，为什么？吴进宝他真丢人。吴进宝是不对，我们要帮助他。可是你呢？你为什么不坚持下去？你踢不了输球，受不了批评，什么都得由着你，这充分表现了你的娇气。你看，同学们踢得多欢。他们要踢，让他们踢好了。以后我再也不踢球了。嘴上讲不踢了，心里想踢怎么办呢？不会的。球不踢了，书还念不？当然念。老师的话还听吗？听。那从今天起，把无名队解散算了。看起来你解散不了了。那我离开无名队。离开？过去你离开了班级队，现在要离开无名队，你这不是又要离开一批同学一批伙伴，这怎么行呢？是他们不要我了。他们不要你？你把他轻易地丢掉了，可是班级队却把他慎重地保存起来，还等着你回来穿呢。自从你脱下这件球衣以后，吴安就来跟你交朋友，他拉拢你，捧你，他让你只听他的话，跟着他往个人主义道上走。想想看，他给你灌上什么样的思想？你以为他是对你好吗？其实是害了你。你受了他的影响，想用个人的力量跟集体比高低。你以为少了一个陆阳，集体就会瘫痪？可是你看看班级队，看看无名队，再看看今天的比赛。陆阳，你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再这样发展下去就很危险。我们应该听党的话，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。我相信你会做到的。江老师。走。我们到球场上去看看。
愿少进一个球，为了不上红领帮，自己摔了一大跤。桂阳，你也不踢了？怎么，我们两人走了，他们还能踢下去啊？我们两人走了，他们没弃权，踢得更好了。我们两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少了两棵树，树林还是树林。桂阳，怎么，你们都不踢了？嗯，做得对。金宝，找姜老师签个字去。这场球可真没名堂。怎么没名堂？你看人家是怎么踢球的，你是怎么教我们的？发什么孩子脾气？走，别看了，我们另外组织个球队去。你还拉我干什么？今天我才算看清楚你了，姜老师。姜老师，请你签个字，我要走了。球还没赛完，你怎么能走呢？这算什么比赛啊？我不要看了，裁判不公平。什么不公平？裁判怎么？同学们都在这儿，让大家说说，到底谁不公平？裁判不公平吗？裁判都是不公平的。刚才吴金宝用的就是你教的仙人脚，这是吗？是吗？哼，请你签个字，我要走了。好的，不过我们要把问题说清楚。我认为刚才裁判完全正确，在我们的球场上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。你也很清楚，这种坏主意是你教给他们的。姜老师，请你把话说清楚了。我在无名队做了什么？我有什么目的啊？什么目的？我来说。年轻人，你的路越走越斜了。你以为你指导了这么个球队，就可以算是你的工作啊？就能这样长期的晃荡下去了？大伯，你呀，不仅是害了自己，你还要用坏思想来影响孩子们。大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不过是帮他们练练球嘛，他们把球踢好了，我不也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吗？你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？你把他们捧上天，助长他们个人英雄主义。你说踢球高于一切，还要我们光顾踢球，荒废功课？你还说踢球为了出风头？你说在报章登上名字，在球场上一走就有几万双眼睛看着，你还叫我们坏主意？你听听，你听听，你教他们损人利己、投机取巧，你给他们灌输资产阶级名利思想，挑唆他们跟组织对立，破坏他们跟老师同学的关系。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吗？姜老师，请你注意一下说话的分寸啊，你别把什么问题都扯到原则上去嘛。这是两种思想的斗争，是原则问题。没那么严重吧？没那么严重，刚才孩子们说的话不都是你说的？照你这样发展下去，你是要把孩子们带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，这还不是个原则问题？我只是想帮他们搞搞课外活动嘛。不错，现在有些知识青年积极帮助组织学生的课外活动，我们是欢迎的。不过像你这样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们、腐蚀他们，企图占领我们的校外阵地，我们是坚决反对的。姜老师，我错了，我一定牢牢记住这一次教训，让我回到班级队来吧。吕阳，我以后再也不跟班级队闹别扭了，我绝不听完的话。姜老师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改。姜老师，我以后一定跟着集体走，我们一定听党的话，跟党走。太好了，请你好好帮助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同学们，踢足球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，可是没有无产阶级思想做指导，就会给资产阶级思想打开门户。我们还年轻，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，可能一时认识不清，受了坏思想的影响。但是我们有党和毛主席的教导，
新道德、新思想不断的成长，我们终于明辨了这场是非。同学们，我们要接受这次教育，随时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，要学会用阶级观点看问题。嗯，好，好。希望你也吸取这次教训，因为你出生在剥削阶级家庭，资产阶级思想就很严重。再加上你没有很好的接受改造，这种思想就会随时散发出来。不过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由自己决定，但是却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。只要你有改造的决心，能够认清方向，坚决跟党走，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，还是有前途的。吴安，江老师这番话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可不能再游手好闲了。现在国家给你安排好了工作，你不去，这对吗？你应该下决心到工作岗位上去参加工作，好好的改造自己，那才是你的正道。你还有什么意见？让我考虑考虑。江老师，我请求让我参加比赛。好，江老师，我错了，从今天起我一定听组织和老师的话。对，应该这样做。金宝，陆阳，陆阳，陆阳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无名队取消了，我们另外取个队名吧。好，太好了。哎，我建议啊，我们先不要改名字，因为我们无名队还有很多缺点，功课还没赶上，等我们把功课赶上了，我们再命名吧。同学们，球赛继续进行。